影响了小开主持的美食节目哦，收视率超高。切，娘炮。哦，天香楼小开，就这种咖哦，什么咖？你回来！人家他叫孙无敌，不但人长得帅、幽默、反应快，人家还很会做菜。咩孙悟空啊？呢个？不是啊，人家叫孙无敌，广师傅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大家，谁是大家？我看只有我一个人辛苦啊！要不是因为我，天香楼会有今天的局面。就是说，您的名字取得好，你看看孙无敌，哦，这一听就知道是无人能敌耶！也要差一个字就差多了。你看孙无聊就无聊了，孙无能就无能，孙悟空还是猴子呢。我的结论是你爸爸名字取得很好。激情爵士，超感拉高。这个菜狗一穿上，马上让你拥有玛丽亚娜海沟的快感。你知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出一款新的，叫做超感拉钩？我已经穿了。啊？网络上都说我是平胸鬼，平胸鬼，世界上哪有这种鬼啊？我一定是倒霉鬼，我第一次觉得我最倒霉的人生。不烧辣电之致命平胸鬼，陈三宝在干什么啊？1000块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被平胸鬼缠上？2000，我把细节都告诉你。是一个死撑着我的 fans， 我又不是疯了才会跟他在一起。维青哦，他是第一个觉得我二头肌很好，而且没有闻到我身上擦烧味的男生。我只是鼻塞又神志不清，好不好？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维青就对我吐露心声呢。有你在身边真好。为了让你开心，我一定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终于了解你们的爱情了，凯文。了解我们的爱情，我真的很感动哎！我也很感动。维青啊，如果不是你让人家误会了什么，那就是这个女生哦，她真的是脑子烧坏掉了。她既不是生病，也不是变态，她只是有她特别的思考逻辑。其实她是单纯的善良。怎么可能？女生要跟我说无敌分手？你是劈腿了是不是？谁啊？是型男小主厨的詹姆士，还是阿红上菜的阿红？不要告诉我现在跟年纪大的不行的阿基师哦，这口感还蛮温顺的，4颗星。当自卑的山宝妹遇上了自大又自恋的孙无敌，是真的有胸部的。你还是不愿意相信的话，那就请你检查一下吧。其实我不用检查了啦，我用目测的，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，你是没有胸部的。你不是哥哥的菜啊，等你发育完全再来找我吧。两个人用了全世界最不正常的方式相知相遇。你不是说我是变态，那我就来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真的变态。你不是说我们是 gay 哟，我们就是好姐妹哟，好姐妹相亲相爱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喂，你想摸哪里啊？好姐妹有对方没有的东西，借来看一下，又不会什么关系。所以你想玩是？在干什么？要玩回家去玩。却幻化出最自然、最心动的简单爱情。分手才不到2个小时就回来找我，问谁啊？我孙无敌好不好？如果我要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有备胎啊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干嘛欺负我妹？没脸蛋、没身材、二头肌大的跟熊一样，说什么守身如玉？我看是没有男人要当驯兽师吧。你们
们笑什么？你们很奇怪哎！我不管，你今天要对我妹负责。你的妹嫁不出去，不要那种烂招塞给我好不好？他真的很傻，他只要喜欢上一个人，他就会一个劲的倒贴对方。这个水很冰啊，不要一次喝太多，一口一口喝就好。这么冰凉的水拿来降温刚好。也就是因为他都遇到你这一种光看外表就批评对方的烂咖，让他觉得他自己一无是处，害他不知道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差，他比别的女生好很多。我没有钱付你没戴安全帽的罚款，到附近随便买一个，我在下一个路口等你，用跑快一点。都没有待在三宝身边，可是我有很勇敢的一个人长大哦。什么平胸鬼啊？恐怖烧腊店的致命平胸鬼。哦，拔罐可以变大。请问一下，就是网上那个平胸鬼吗？我。请问什么平胸鬼啊？你都不知道？我看啊，一定是那种没实力的店，靠这种旁门左道在招揽客人。欢迎收看《无敌与你的美食约会》。那今天呢，将带你来踢爆网络上点阅率第一名的恐怖烧腊店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恐怖？你要离谱是吧？我哪想躲你？你不要拉住我了，你不要拉。他只是想长大，他这么小的愿望，为什么你一直破坏他？你真的很坏耶！激烈点。你真的很奇怪耶，三宝，你一定会有什么心愿的，让我万能的孙无敌来帮你达成好不好？我孙无敌耶，我所向无敌啊，万能的孙无敌，你可以把我身上的叉烧味变不见吗？你可以把我的力气变得跟其他女生一样小吗？你可以把我的额头肌弄消失吗？你能把我的围巾还给我吗？你以后不要再乱叫别人许愿，因为你不是真的所向无敌。8月24号晚间10点，在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精彩大结局后，紧接着将播出今年夏天让你情花朵朵开的偶像剧《无敌小宝贝》。没事也会爱。